出汗。天热的时候会出汗，紧张的时候会出汗，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汗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汗。有的人不喜欢夏天。 因为那时容易出汗，汗大的人有汗味儿，有时一天得洗三四次澡。该你了，出汗。天热的时候会出汗，紧张的时候会出汗。 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汗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汗。有的人不喜欢夏天，因为那时容易出汗。 汗大的人有汗味儿，有时一天得洗三四次澡。出汗，天热的时候会出汗，紧张的时候会出汗，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汗。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汗。有的人不喜欢夏天，因为那时容易出汗。汗大的人有汗味儿，有时一天得洗三四次澡。该你了，出汗。天热的时候会出汗。 紧张的时候会出汗，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汗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汗。有的人不喜欢夏天。 因为那时容易出汗，汗大的人有汗味儿，有时一天得洗三四次澡。出汗，天热的时候会出汗。 紧张的时候会出汗，生病的时候也会出汗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汗。有的人不喜欢夏天。 因为那时容易出汗，汗大的人有汗味儿，有时一天得洗三四次澡。 刮风，春天的时候常常刮风，特别是二三月，风特别大。快下雨的时候也会刮风。一般海边风会比较大。地球上只有赤道附近没有风。该你了。 刮风，春天的时候常常刮风，特别是二三月，风特别大。快下雨的时候也会刮风。 一般海边风会比较大。地球上只有赤道附近没有风。刮风，春天的时候常常刮风。 特别是二三月，风特别大；快下雨的时候也会刮风。一般海边风会比较大。地球上只有赤道附近没有风。该你了，刮风。春天的时候常常刮风。 特别是二三月，风特别大。快下雨的时候也会刮风。一般海边风会比较大。 地球上只有赤道附近没有风。刮风，春天的时候常常刮风，特别是二三月，风特别大。 快下雨的时候也会刮风。一般海边风会比较大。地球上只有赤道附近没有风。该你了。 牙齿，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 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该你了，牙齿。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。 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，一边长出新牙。 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。 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该你了。 牙齿，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 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。一边脱落，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 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牙齿，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。 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该你了。 刷牙。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刷牙，大多数人一天刷两次牙，但有的人吃完饭以后也刷牙。合理刷牙很重要。 如果一天刷太多次，反而对牙不好。该你了，刷牙。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刷牙。大多数人。 一天刷两次牙，但有的人吃完饭以后也刷牙。合理刷牙很重要。如果一天刷太多次， 反而对牙不好。刷牙，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刷牙。大多数人一天刷两次牙，但有的人吃完饭以后也刷牙。 合理刷牙很重要，如果一天刷太多次，反而对牙不好。刷牙，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刷牙。 大多数人一天刷两次牙，但有的人吃完饭以后也刷牙。合理刷牙很重要。如果一天刷太多次， 反而对牙不好。刷牙，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刷牙。大多数人一天刷两次牙，但有的人吃完饭以后也刷牙。 合理刷牙很重要，如果一天刷太多次，反而对牙不好。该你了。 配不上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她家条件非常好，爸爸是大公司老板，妈妈是有名的律师。我知道她也喜欢我，可是我不敢表白。 因为我家条件不如他家，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的收入也不高，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个他喜欢的包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我想先离开他，努力工作，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，再来找他。 该你了，配不上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儿，她家条件非常好。爸爸是大公司老板，妈妈是有名的律师。 我知道他也喜欢我，可是我不敢表白，因为我家条件不如他家，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。 我的收入也不高，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个他喜欢的包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我想先离开他。 努力工作，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，再来找他。该你了，配不上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儿。 他家条件非常好，爸爸是大公司老板，妈妈是有名的律师。我知道他也喜欢我，可是我不敢表白，因为我家条件不如他家，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的收入也不高。 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个他喜欢的包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。我想先离开他，努力工作，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，再来找他。该你了，配不上。 我喜欢一个女孩儿，她家条件非常好。爸爸是大公司老板，妈妈是有名的律师。我知道她也喜欢我。 可是我不敢表白，因为我家条件不如他家，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的收入也不高。 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个他喜欢的包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。我想先离开他，努力工作。 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，再来找他。配不上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她家条件非常好，爸爸是大公司老板。 妈妈是有名的律师。我知道她也喜欢我，可是我不敢表白，因为我家条件不如她家。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的收入也不高，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个她喜欢的包。 我知道我配不上他。我想先离开他，努力工作，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再来找他。该你了。